裘佳丽以暮光堡垒当作邪恶势力的据点，命令他的仆从协助古神降临我们的世界。幸好有你这样的英雄，挺身对抗疯狂的邪教头头，跟头头的两颗头。够了！血肉都在他意志下屈服，混沌来自他的王国。见证你们卑微世界的宿命。你们的力量，光教徒复活，像你这样大胆的英雄，勇闯黑色巨龙的基地，彻底阻止了他的阴谋。没有目标，掠取地主之谊，但是你们就是不肯动。不，来不及拿下他的头就走了。不好意思哦。虽然曾被凡人击败过，拉格纳罗斯再次回到艾泽拉斯，试图让世界陷入火海。这次靠着像你这样的英雄，前往火源之界，永久扑灭他的火焰。
是我的国度。等等，事情不是那样的，我们再来一次。我们要重温哪段回忆啊？现在要说再见还是你好啊？我搞不清楚了。裘佳丽以暮光堡垒当作邪恶势力的据点，命令他的仆从协助古神降临我们的世界。幸好有你这样的英雄，我有很多幸运星。疯狂的邪教头头，跟头头的两个头。够了！血肉都在他意志下屈服。还断来自他的王国，也能卑微世界的宿命。给我你们的力量！我已经超出范围。兄弟，命运已经来临。我能力很高傲，休息他再说话。嘿，我的四十，为了他的荣耀，我的解放。发生什么事了？众光会，众光之影降临。来吧，狂乱！来吧，浩劫！来吧，无尽的夜晚！疯狂的事了，还不敢！这下一个头两个大了吧？就像我们又初次见面一样，奈法利安，死亡之翼的子嗣，在黑石山里被暮光教徒复活。像你这样大胆的英雄，勇闯黑色巨龙的基地，彻底阻止了他的阴谋。曾被凡人击败过，拉格纳罗斯再次回到艾泽拉斯，试图让世界陷入火海。这次靠着像你这样的英雄，前往火源之界，永久扑灭他的火焰。Thank you.
真可悲呀、啊！等等，事情不是那样的，我们再来一次。我们要重温哪段回忆啊？这是我的荣幸。裘佳丽以暮光堡垒当作邪恶势力的据点，命令他的仆从协助古神降临我们的世界。幸好有你这样的英雄，挺身对抗疯狂的邪教头头，跟头头的两颗头。够了！血肉都在他意志下去，还断来自他的王国。是，如他所言。见证暮光之锤的力量。很高傲，有血才配说话。四十，为了他的荣耀，我们侍奉。干什么？什么事？暮光鬼去，暮光之影降临。来吧，来吧，浩劫，来吧，无尽的夜晚。哇！坚持不住了，兄弟，这就是刚开场。这下一个头两大了吧？奈法利安，死亡之翼的子嗣，在黑石山里被暮光教徒复活。像你这样大胆的英雄，勇闯黑色巨龙的基地，彻底阻止了他的阴谋。掠取地主之遗，但是你们救的不来不及拿下他的头就走了。不好意思啊。虽然曾被凡人击败过，拉格纳罗斯再次回到艾泽拉斯，试图让世界陷入火海。这次靠着像你这样的英雄，前往火源之界，永久扑灭他的火焰。
火焰的仆人，吞噬他们的血肉。我现在没有目标。我要先找到目标。一切都将结束。世界上了、哦、我真的好喜欢穿越时间之道，谢谢你提供这么多的回忆。